好，请大家尽速就坐。法会即将开始，手机请关机。真佛宗台湾雷藏寺，释迦牟尼佛习斋护国祈福增益敬爱超度护摩大法会，法会开始，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迎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Yeah.
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上香。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升法王座。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尊贵的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欢迎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贵宾、同门及善信大德前来护持法会。敬献哈达，与会大众虔诚合掌。我们请莲勤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圣尊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高敬意。首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莲生活佛注顶法光加持。恭念根本传承上师心咒常咒七遍，祈请传承大加持。Om Ahom Guru Be Aha Sasamaha 莲生悉地吽。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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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m Guru Be Aha Sasamaha 莲生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施障，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恭请圣尊金刚临除结界加持书文、报名表、护摩木及贡品。念清净咒 ，Om Shri Shri Ma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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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Shodori Shodori Shomori Shomori Soha，Om Vajradhan Hu Hu Hom， 南无三曼多摩多南 ，Om Duru Duru Di Ve Soha。念咒请咒 ，Om Ah。Hum Soha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 一心奉请南无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奉请法会主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奉请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南无阿达尔玛佛，南无五方佛，南无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真佛宗八大本尊，南无台湾雷藏寺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火天神，南无真佛海会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Om Ahom， 观想跪地礼拜，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跪地礼拜，三印，三拜一切护法金刚。
Om 啊 Om 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是平等意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印，观想坛城所有供品，花、香、灯、茶、果、米山、甘露、山珍海味、七珍八宝，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上师莲生圣尊，法会主尊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一切金刚护法空行龙天圣众，下十六道众生欢喜摄受。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va Tathagata Idamu Guru Nana Menzala Khan Niniye Daya Mi。四皈依，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化为大白光灌顶加持。念四皈依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僧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僧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僧伽雅。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持咒 ：Om Brahmaj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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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rahmajali。观想四道蓝光化为四尊护法，显现雷藏寺前后左右，守护法会及行者吉祥圆满。恭请圣尊观想转诸名加持。与会大众请起立，恭请圣尊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手印，与会大众唱诵法会主尊释迦牟尼佛心咒：Om Mani Padme Hum。
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娑哈，嗡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娑哈。圣尊生法王座。
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今天将恭请圣尊以观想清净加持供品。Oh.
会大众虔诚合掌，圣尊今天将特别以观想来演化手印，以意念招请主尊释迦牟尼佛及眷属、真佛宗传承祖师、八大本尊及金刚护法，与会大众唱诵释迦牟尼佛心咒。Yeah.
汝三摩地，观想主尊释迦牟尼佛护摩火行者三者合一，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初定加持八大本尊行咒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Namo Ling Do L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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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n Mo Ye So Ha， Om Jali Jali Jun Ti So Ha， Om Jambala Chalan Chanaya So Ha， Om Ah Hum Beja Guru Bema Shidi Hum Se。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 Ha Lien Shen Shidi Hom Deya Tha Om Bekajiya Bekajiya Maha Bekajiya Lajja Sammo Kadriya Soha 念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法会功德回向首先祈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日吉祥月吉祥一切六时皆吉祥也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恭请根本上师做总回向敬礼护摩主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敬礼护摩主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敬礼护摩主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心祈请佛陀光明照耀所有的众生请佛陀接引幽冥众等往生清净佛国
请佛陀加持一会众等身体健康，请佛陀加持福分增长，智慧增长，成就增长，光明增长，果位增长。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消我们众等的业障，离苦得乐，化一切苦成为一切的乐。请加持我们都能够如意吉祥健康长寿，请加持消除我们的业障，让一切白天晚上都能够在吉祥之中，祈请释迦牟尼佛教诲一切的众等，勒令开悟。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问，一切怨敌退散。加持百字明咒三遍。嗡贝扎萨埵萨玛雅玛卢巴拉雅贝扎萨埵提努巴提扎执着灭巴瓦苏罗哈耶灭巴瓦娑婆哈耶灭巴瓦阿耨那多灭巴瓦萨埵瓦斯提灭布拉雅萨埵瓦阿耨玛斯扎毗金达摩悉仁波罗诃阿哈哈哈阿耨那多灭巴瓦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应，三拜一切护法金刚，
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天心三音，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尼巴尼吽。感谢圣尊为我们主坛这一场释迦牟尼佛护摩大法会。在恭请师尊开示前，众弟子有话要告诉敬爱的师尊。自从上星期听闻师尊佛体为样，全球弟子纷纷写信来函表达关心，感恩师佛对弟子的加持与师尊弘法的辛劳。我们准备了一段影片，要恭呈给尊贵吉祥的佛父。师佛，我们心中最伟大的佛父，弟子知道您总是放心不下弟子，也许我们就像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总是跌跌撞撞，让师佛担心。其实师佛，您有没有发现，如果世间的爸爸生病了，孩子们都会在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我们懂了，原来您的事迹是为了教导我们应该加紧努力，好好学会走路。我们深信您传给弟子的法是真实不虚，能够成就的。我们也能够接受佛说的无常、苦、空都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也包括师佛，因为那本来就是佛陀所说的真理。师佛，你与弟子之间的师徒之情是相互对流的，当弟子生病了，您是如此的担忧，不顾一切的帮助弟子，为弟子修法持咒摩顶加持，但当师父生病了，弟子又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弟子也想同样以师父的教导修法持咒诵经回向给您，虽然与师父相比，弟子的念力有如银烛之光与日月之光的差距，但是我们有500万众的弟子，我们相信真佛密法真实的力量，再加上爱的力量，万众一心，卑微的祈求也能够为师佛分忧解劳。至少我们想告诉您，师佛别担心，弟子养好自己的身子最重要，因为众生还需要您的法语，需要您为众生开启智慧，需要您以无上的佛智弘扬佛法，利乐无量众生。弟子明白，当师佛主坛法会发挥法界力时，已经是在加持弟子，在为弟子祈求，在为弟子满愿。弟子也知道不能够永远只依赖师尊的加持，必须学会自己消自己的业障。弟子深信师佛与诸佛菩萨的愿力，相信只要修师佛传授的法，持师佛教导的经咒，一定会得到无上的加持，消除业障，清净己身。因此师佛，请您一定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为了更长久的度化众生，为了弟子对师佛的爱，请您务必保重自己的身体。师佛，那一年在中正纪念堂的大雨中参加佛顶尊胜佛母法会，无数的弟子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心意，风雨与共，不离不弃，师佛永不放弃弟子，弟子也永不舍离师佛。师佛，请为弟子们细水长流自在的弘法，不要让舍身过度劳累，因为啊，弟子爱师佛就像孩子爱爸爸，只想爸爸过得好，活得长久。
请佛注释不是口号，全球弟子应以实际行动响应宗委会的号召，在今年师尊佛诞前一起持咒，以法供养。现在请大家双手合十，在心中跟着我念：我愿一归一，永远感恩顶戴根本传承上师、敬师、众法、实修。我愿持诵根本上师信咒一万遍，具足传承师徒印心。我愿持诵常寿佛心咒一万遍，回向师尊长寿自在。祈请根本上师、诸佛菩萨、金刚护法一同护持弘扬真佛密法，让我们一心请佛住世。中等恭请师佛不舍离常住世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请根本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传法开示。首先我们向传承祖师敬礼，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主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师母图登悉地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啊，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及夫人韩务珍女士。台南市议会蔡旺全议员。陈国忠教授团所有的教授成员。陈国忠医疗团所有的成员。华冈功德会总会长常仁上师，台湾区华冈功德会理事长李春阳先生，敬以企业公司总经理张怡珍女士。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te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陈泽霞女士，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大圆满九次第喜金刚讲义及密宗道次第广论制作人连月上师，主持人佩君师姐。 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 My sister 卢国英 and husband， 感谢郑少林师姐打斋十万元。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这个首先呢，感谢所有的同门的对我的这个关心，也对我的照顾，还有很多人持咒修法啊，拜忏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这一生啊，活到72岁，没有住过院，没有住过院，72岁，没有住过院。那也没有那么，就病苦，好像都是离我很远，啊，这个病苦离我是很远。但是我也体会到病苦，因为有一阵子就是在我隐居的时候，也得到了病苦，但是没有住院。我那时候的辛苦也是非常痛苦的。那么这一次，像今天，我是从医院里面呢，这个逃出来，啊，逃出来，
来这里参加法会。那么很多事情像那个签书啦，还有在六楼的问事啦，另外这个做哈达的供养啦，解手印啦，就用观想，都是用观想。我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住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感想，我一直不喜欢打针，也害怕打针，没想到这个礼拜所打的针可能超过我这一生所打的针，没有想到。这个是佛陀的第一个真谛，诸行无常，你在健康的人也一样会生病啊。释迦牟尼佛因为他在游历当中啊，经过了四门，看到了生老病死，觉得应该决意出家，了生脱死，把这世间给他了了，或者在世间痛苦的人很多。像师尊每一次给大家晚上吃完饭摸顶的时候，那些病恹恹的人，现在我能够体会，我能够深深的体会，他们也是很痛苦。这个世界离不开苦的，佛陀就讲，不但有四苦，有八苦，有种种的苦，种种的苦难，还有所谓的苦中之苦。除了生老病死以外，还有爱别离、冤亲会、求不得，这些都是苦。我觉得最苦的应该还是病苦吧。那全身的力量都没了，所以讲英雄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上心处。这一个礼拜我在医院里面都是分层，全身也没有什么力量，都没有力，所有力量全部用尽了。我记得离开西雅图的时候，在彩虹雷藏寺做护摩，护摩佛显示两个大灾难，三个小灾难，那是我必须要承受的吧。希望灾难过了以后就是晴天。今天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做摩顶啊，吃完饭大概等一下说完法我就要再进到医院里面，那不能够给大家做摩顶。那很谢谢大家，很谢谢大家的关心。很谢谢大家的帮我的持咒修法拜忏，非常的谢谢。这个佛所说的道理都是真实的，佛陀所讲的道理都是真实的，诸行无常啊，诸行无常，这个无常一到，任何人也逃不掉。我在生病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以前一个女作家叫三毛，她在医院里面呢，用玻璃丝袜把自己脖子绑住，就这样上吊就死了。她是才华横溢的，才华横溢的。我不了解为什么三毛会这样。经过这一场病，我终于了解，会有很多人宁愿结束病苦也不想活在这世界上。这个世间快乐的时间非常的短暂，黄金的岁月非常的短暂，
少年的时候懵懂，青年的时候又拼事业，中年的时候也是在职场闯荡，到了老年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五脏六腑一样都会衰败啊。我常常想，我这个72岁了，那等于27岁，真的是老年不知老滋味，幼稚啊，很幼稚，以为自己永远都是27岁。生病了，住进医院，要打便利西林，什么针都打了，什么 MRI 是吗？你照全身的啊 ？CT 镜也核磁共振啊，也都照了。医生也跟我讲，你这个会好，但是好的过程呢？医生讲说，那个身上的还没有渗透到这个骨髓里面，没有渗透到骨髓里面。如果渗透到骨髓里面，还要6个礼拜才能够好。我一想，如果渗透到骨髓里面，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哦，任何一个病都会影响到你的全身的身心。我们呢，学佛的常常看无常，想想别人的无常，想想自己的无常，想想众生的无常，另外想想那些意外死亡的无常。修行人自他互换，仍然觉得自己所救的众生是不够的，连自己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要救自己都非常的困难。这个谈何容易救众生。我也想到自己的祖师，像了明和尚，他寿命是最长的，100多岁，最后牙齿也全部掉光。想想看，沙迦真空上师肾脏衰竭，16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是胃癌，在57岁的时候就过世。
他在芝加哥这个西安癌症防治中心过世，才57岁，年纪。图登达尔吉上师在75岁的时候肺炎过世。那目前我身体的健康是这个肿已经消掉了，那个痛也没有了，只是脚还有一点硬，脚还是硬啊，还是硬的。那么希望过几天的治疗能够把这个硬的这个感觉给它去除掉。我看到这个莲野上师啊，他在这个网络上写的，他得过这一种台南的莲叶哈。你是在哪里？在1年半前，因为胸口本流。哦，你是胸部，那我是脚部，我是在脚，他是在胸，也非常辛苦。其实我们有时候啊，把这个辛苦记起来，在你的记忆当中给它记起来，你记起来的时候啊，你会对世间的人更加的悲悯啊，更加的想要帮助人啊。别人的痛苦你以为哦，别人痛苦没什么，不是我，但是呢，事实上无常嘛，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也有偏头痛，偏头痛很痛，也是一种很大的苦。另外他还有骨刺，骨刺也是很大的苦。另外还有肠胃炎，也是非常痛苦的。那师尊因为打了很多的皮利西林啊，自己的身上啊几乎都起变化，那么还要将来要复原，还要针对那个伤到肝脏的、肝功能的、伤到肾功能的，或者伤到别的地方的，再一一给他恢复，这样子身体才能够健康，那恢复原来。总而言之，师尊祈求瑶池金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心诸天，让真佛宗的弟子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不要有病，让身心愉悦的去修行。
因为我以前很少生病，很少生病，也没有住过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平生第一次，所以感触特别的深啊，感触特别的深，终于了解了这个世间的苦。到72岁了解世间的苦，应该是除那些吧。我平时啊，只有有时候感冒了，这个咳嗽了，就已经很苦了。没想到，哇，这更厉害。不过，我一样的感谢瑶池金母、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病苦。我们讲这个四个偈啊，这个偈当中的第四行，因病医药施众门，刚好谈到病。其实身体有病，心灵也有病，对于病就是要给药，心灵的病也一样要给药。施呢，就是布施，布施给大众，啊，施众门。释迦牟尼佛是大医王，他能够救苦救难，我们众生呢是受苦受难。我常常自己嘲笑自己，以前是救苦救难活菩萨，现在是受苦受难活菩萨。哎，不过想想，这世间上毕竟是空，以空性一时的苦，以空性来把它解掉，这样才能够产生大乐吧。因为只要苦解除了，还有我们发了四无量心，持解除人家的给人快乐，持就是要给人快乐，悲就是拔除人的痛苦，喜就要随喜的去做，舍就是无畏，舍就是无畏，尽自己的力量无畏的去做，就是舍。这是学佛最重要的菩提心。另外还有一个菩提心很重要，有自他互犯。有时候我对摩顶的弟子有病，你不会有很大的感触，不会有很大的感触，但是你自己病了，你的感触就深了。原来病是这样子，
很多坐轮椅的弟子，很多年纪大的弟子，很多心脏有病的弟子，很多有癌症的弟子，啊，很多的这个肾功能的弟子，肾功能衰退的弟子，肝功能衰退的弟子，还有很多种种的八万四千种病，其实都是苦的根源。我们了解了以后呢，你更会积极的、很想的，有活菩萨的加持力，赶快把他们的病给他们治好。啊，有一个先生问妻子：“你跟谁在门口讲话，讲了三个小时？”妻子讲：“隔壁的王太太。”丈夫说：“你怎么没请她进来坐呢？”妻子讲：“我跟她讲了，但是她说没有时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我讲了，大概最快乐的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应该是最快乐的时间。还有小孩子的时候，再来就要承担一切苦，人生很，时间很短促，能够修行的时间也不多。这也是无常吧。他说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推荐三个解暑的良方。第一个，想想你的另一半，那心就凉了半载。想想自己的银行存款，又凉了半载。想想几年前的容貌跟身材，再照照镜子，保证让你从头凉到脚。啊，师尊讲过，师尊每天呢运动200下伏地挺身，200下伏地挺身，还要打拳，要打拳，另外做七重轮运动，那是指健康的时候。这几个礼拜，伏地挺身。免了，免，终于免了。因为两手都是针啊，两只手啊，全部都是针孔啊。那个脚啊，只能够伸一只啊，另一只伸不起来，另一只要抬高。
哪里能够伏地挺身，哪里能够打拳，打拳要踢腿的啊，也没办法了。想一想看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恢复，那每天200下伏地挺身，每天还要打拳，还要打棍啊，还要运动，还要七重轮运动啊，早上一开始就要打针，起得特别早，而且便利心令你知道影响到整个肠胃还有胃口，通通都没有。还好我会禅定，一面打针呢，两眼一闭啊，然后就走了。我真的很想说，两眼一闭，再张不开眼，那也很好啊。这世事难料，讲一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偶然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电视，有很多人死亡，真的是无常。这个丈夫下班回到家，看见妻子在揍儿子，他没理他们，径直走到厨房，看见小板桌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装了一碗吃，吃完了看见妻子还在那里揍儿子，看不过去，就说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要多讲道理。妻子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他居然在上面撒了一泡尿，你说气人不气人？丈夫听了以后说，哎呀妻子啊，你歇一会儿让我来做。这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事不关己，你心都不会动；事一关己，你心就动。那么在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就算馄饨里面撒了一泡尿，我也不为所动，我一样不为所动。为什么会这样？你到底病业比那个馄饨尿还要重要吧？啊，这是比较，就是有一个比较出来。我们要因病医药，因病医药，这个佛陀也是讲因病医药。你到底是什么病，你一定要抓住那种药才能够治那种病。有一个女生叫阿美，急急忙忙赶去
ATM 领钱应急，可是输了两次密码，提款机都没有吐钱出来。阿美心里一急，就对排在他后面的一直看着他的男生吼说：“你看什么看呢、啊？想偷看？想偷看我的密码吗？”男生也不甘示弱的回敬：“是啊，拎别就是要看看你这个小杂货，用健保卡能领到多少钱出来。”所以这个是要因病一样，你到了这个领钱的地方，一定要用领钱的卡才有用，钱才会吐出来。像师尊这个毛病，一定要用便利西林，而且只要跟我沾上的。我妈妈以前讲，我妈妈以前也很少生病，只要我妈妈生病，一定是细菌大王。那我今天也是一样，这个郑生龙医师他说他看那么多的蜂窝性组织炎，没有看过我那么难治。他这一生没有看过我那么难治，我是最难治的。他用了最强最强的，就是叫做 Tiger Medicine， Tiger 老虎啊， Tiger Medicine老虎的抗生素，用了最强的老虎抗生素，但是那会伤到你的肝脏，也会伤到肾脏。但是呢，他说不用这个，你的病没有办法好，你用了这个，先把你的病治好，然后再来做这个保护肝脏、保护肾脏的工作。你不能为了肝会损害到肝、损害到肾，所以不用这样最强的抗生素。哦，所以我这个礼拜啊，真的被打的挨巴叫母，挨别叫我，挨巴叫母，气力全无，全身的力量全部都是没有，全身都是软的。我最舒服的时光呢，就是打完了针，打点滴的时候，睡着了。那个时候是最我美好的时光，因为打了这个针，你肠胃都没有胃口，肠子也坏了，胃也坏了。有一天呢，儿子跟爸爸讲：“爸，刚才有人骂我脑残，脑残。”爸爸讲：“谁敢骂我的儿子脑残？我看他儿子才是智障。”讲：“是谁骂你？”儿子讲：“是阿公。”我有两次经验，
隐居的时候脑昏八瓣，真的，我求药师金母是求到抢天呼地，一面走一面求他，一面走一面求他，我得到了蜂窝性组织炎，我也一脚抬高，从晚上八点一直求到十一点，就是一直念药师金母，说你救不救我啊？如果你不救我，我们讲台湾话了，九九六六，你若无加九，啊，你就会夭寿。九九六六，你若无加九哦，你就会夭寿。我已经讲了这么明白了，哎呦，他都无动于衷哎。哇，实在真的，这药师金母心里也是很残忍。啊，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他。我一直喊呢，一直喊，九九六六，你若无敢救，你也要死哦。哇，痛哭流涕。其实师尊也是很软弱，真的病来了，师尊也是软弱的，还好看开了吧。啊，人生就是这个样吧。刚刚骑车的时候实在太冷，路过一家店，看到门口上面写着貂皮200一件，羽绒衣100一件，夏装80一件，童装50元一件，赶快走进去挑了三件羽绒衣，两件包皮，我甩给老板娘1000元，说不用找了，然后就走了。哇，这老板娘像花狂一样一直追着我。手里呢拿着一个大这个棒球棒追着我道，你给我站住，我是洗衣店呢。这个也是错误的哦，很多事情要看清楚，哪有说那个什么貂皮大衣200块一件，羽绒衣100块一件，很多事情我们有病的时候，真的我们有病的时候先要自己知道自己里面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痛苦，还要培养培养，从血液里面抽血，那培养你这个菌出来，这个菌一出来就知道哦，你身上得的是什么病。那时候因病宜药，这样子才能够作为一个大医王，不要弄错了。所以有时候猜来猜去不一定对的，其实按照正式的规矩去医你的病是比较好一点，让你了解你身上的病哦，到底什么原因发生的，然后因病宜药。那么师尊一生病还是先找医生，然后找了医生以后再求活菩萨，求药师金母，那这样就会很快的好。
啊，在这里期望啊，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瑶池金，让我们大家都不生病。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精彩宝贵的传法开示。台湾雷藏寺有以下的法务报告：明天星期天早上9点将在台湾雷藏寺举办华光杯真佛宗民俗体育嘉年华，有将近100个国小国中的小朋友会来参加，也欢迎所有的同门莅临参与。下个礼拜5月7号的主尊是白莲花王，想要参与持咒回向师尊的同门啊，可以赶快将你的报名表传真，或者是带到雷藏寺的报名主。刚刚收到西雅图雷藏寺的消息，师尊将在8月27号在西雅图秋季大法会当中传授大力金刚法。此法一生只传一次，请大家切勿错过。恭请圣尊为坛城流通处、广场开光加持区及同门的佛像、法器、文物开光加持，加持大悲咒水即作总加持，与会大众唱诵根本上师心咒。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赐给与会大众释迦牟尼佛本尊法
释迦牟尼功德王法灌顶，今天灌顶也包含皈依灌顶。与会大众请守节释迦牟尼佛手印，观想释迦牟尼佛注顶法光加持，唱诵释迦牟尼佛心咒。请大家加快灌顶的速度，我们让师尊能够早一点休息，谢谢大家配合。能够尽快加紧灌顶的脚步，谢谢。
请大家能够加快灌顶的脚步，让师尊早一点休息，谢谢大家配合。谢谢。脚步，谢谢。脚步，谢谢大家。
顶的同门，请赶快至密坛接受灌顶，然后也麻烦大家能够加快灌顶脚步，谢谢。谢谢。掌声感谢圣尊赐给与会大众殊胜珍贵的灌顶。请大家面向坛城，我们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即十方三世一切佛，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甜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甜心三印，三拜一切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跪地礼拜，甜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吟诗组请就位，钟鼓手请就位。弟子众等祈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也祈请师尊常住台湾，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法会吉祥圆满，请大家再次掌声感谢师尊。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会大众虔诚合掌，钟鼓齐鸣。大家一起唱诵，请佛注视，祈愿所有的佛菩萨也一起守护师尊以及真佛密法。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前殊佛，大悲有情海为众菩萨护持。
阿弥陀佛，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贵宾、同门及善信大德前来护持今天的释迦牟尼佛护摩大法会，法会吉祥圆满。也感谢网络上的同门护持，谢谢大家一同持咒回向师尊。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台湾雷藏寺祝师尊佛体安康，也祝福大家平安吉祥，谢谢大家。